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. 我不吃羊肉，我吃香蕉。我不吃羊肉，我吃香蕉。 我不吃羊肉，我吃香蕉。中国人用米做米饭。中国人用米做米饭。 中国人用米做米饭。意大利人用葡萄做葡萄酒。意大利人用葡萄做葡萄酒。意大利人用葡萄。 做葡萄酒。来中国以前，我的汉语不好。来中国以前，我的汉语不好。来中国以前，我的汉语不好。 来中国以后，我的汉语也不好。来中国以后，我的汉语也不好。来中国以后，我的汉语也不好。但是。 现在我的英语很好。但是现在我的英语很好。但是现在我的英语很好。你什么时候回家？ 你什么时候回家？你什么时候回家？我马上回家。我马上回家。 我马上回家。突然下雨了。突然下雨了。突然下雨了。 我很胖，我很胖，我很胖。你很瘦。 你很瘦，你很瘦。我的狗很矮。
我的狗很矮。我的狗很矮。我的经理很矮，也很胖。我的经理很矮，也很胖。我的经理很矮，也很胖。我的经理很像我的同事。我的经理很像我的同事。我的经理很像我的同事。我的同事的汉语水平很低。我的同事的汉语水平很低。我的同事的汉语水平很低。我的经理的头发很短。我的经理的头发很短。我的经理的头发很短。刚才外面刮风了。刚才外面刮风了。刚才外面刮风了。天上没有云。天上没有云。天上没有云。天上也没有太阳。天上也没有太阳。天上也没有太阳。因为现在是晚上。因为现在是晚上。因为现在是晚上。如果下雨就打伞。如果下雨就打伞。如果下雨就打伞。你的家里有没有空调？你的家里有没有空调？你的家里有没有空调？在瑞士，家里没有空调。在瑞士，家里没有空调。在瑞士，家里没有空调。
我忘记你的名字了。我忘记你的名字了。我忘记你的名字了。我叫邓老师。我叫邓老师。我叫邓老师。你要小心，别再忘了我的名字。你要小心，别再忘了我的名字。你要小心，别再忘了我的名字。别担心。别担心。别担心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但是我的妈妈不同意。但是我的妈妈不同意。但是我的妈妈不同意。中国文化很有意思。中国文化很有意思。中国文化很有意思。昨天在电视上，我看了一个中国文化的节目。昨天在电视上，我看了一个中国文化的节目。昨天在电视上，我看了一个中国文化的节目。我想在晚会上表演一个节目。我想在晚会上表演一个节目。我想在晚会上表演一个节目。我不能参加你的生日晚会。我不能参加你的生日晚会。我不能参加你的生日晚会。我的生日晚会已经结束了。
我的生日晚会已经结束了。我的生日晚会已经结束了。请你回忆一下，打你的人多高？请你回忆一下，打你的人多高？请你回忆一下，打你的人多高？我有很多在中国的回忆。我有很多在中国的回忆。我有很多在中国的回忆。我的老师教我汉语。我的老师教我汉语。我的老师教我汉语。他在黑板上写汉字。他在黑板上写汉字。他在黑板上写汉字。我必须每天都复习。我必须每天都复习。我必须每天都复习。我用铅笔写汉字。我用铅笔写汉字。我用铅笔写汉字。如果你想会说汉语，你必须努力练习。如果你想会说汉语，你必须努力练习。如果你想会说汉语，你必须努力练习。我不认识这个学校的校长。我不认识这个学校的校长。我不认识这个学校的校长。我住在五楼。我住在五楼。我住在五楼。今天我坐电梯去楼下。今天我坐电梯去楼下。今天我坐电梯去楼下。在电梯里，
我遇到我的邻居。在电梯里，我遇到我的邻居。在电梯里，我遇到我的邻居。我以为他是一个老人。我以为他是一个老人。我以为他是一个老人。其实他很年轻。其实他很年轻。其实他很年轻。今天我请了很多客人。今天我请了很多客人。今天我请了很多客人。今天早上我在电梯里遇到一个老人。今天早上我在电梯里遇到一个老人。今天早上我在电梯里遇到一个老人。